那茶我们下了药，喝完了以后，然后再喝点。喝完以后，立刻回到2010年，身体要别了。哎，心智，还有当时所有方便面，还喝吗？2010年，在目前，至少在我这个领域，我没觉得青出于蓝胜于蓝。我现在这么一回看，我还是不会选择回到那时候。你们一会儿运动了，真不能吃太多。不过吃红薯还是挺好的。我会跟一些很小的小孩交流，然后不是那种说教方式。练完了吗？那该练这个了。再来两个，我有好啊！你别动，你别动它。这个得吹，非常不友好。引体向上。非常不友好的，来，我走一个。引体向上，引体向上。再来一个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你看，你看，脑袋。我可能需要您注意一下。最后一个，脑袋别歪。使劲。就比如说我在教他们的时候，有时候会出一些。不小心说出一些脏话，我跟他们都签订协议，说谁不小心说脏话，咱们就立刻去做俯卧撑啊！如果我说了，你一样可以去说我。对啊，你可以很累，但是你要做俯卧撑。你们三个一队，你们三个一队，可以了吧？你们四个一队，对吧？你不冤，比赛里证明，啊，赢了，我给你道歉啊！来吧，开始吧。给你们30秒时间，设置一下怎么防，怎么盯，谁控球谁运球，怎么防谁来补防。有点夸张了啊，这个。包括我现在用哪些方面不对，你可以说，我们是一个平等的角度去交流，并不是一个师徒，也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成功的人去说一个小朋友没有。毛豆啊，说一下毛豆，停，这个眼神防守，知道吗？一点身体接触都没有，包括这个，看，胖爷在这抢着篮板，你可以好像你防你别动，他在这儿呢，你那会儿在干嘛？就在这儿，你靠我能防谁？身体给上，对吧？这叫防守，懂吗？对吧？你这么身高，你就在那儿，好像在照片里我防了一样，有啥用啊？对吗？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，选择逃避。选择躲避，选择欺软怕硬，还是去坚忍，去忍耐，就这些品质很多不重要了。所以我觉得我能做到就是说，先教会一个孩子如何去面对困难，如何变成一个堂堂正正的一个男人，你才配去玩这个篮球。罚进就绝杀，有啊，绝杀。
面吧，至少说我希望青出于蓝胜于蓝。境随心转，在你能量级不够的情况下你会境随境转，那是不对，你会被控制。换地儿，茶馆还是不太合适，这劲儿不太对，合适，非常合适。这是一种碰撞，就是你看我们在聊街头篮球，这是一其实舶来文化，这是从美国传过来的文化，对吧？然后我之前也会很崇拜一些球星以及西方的文化，我也很着迷，从说唱到打扮到穿着。但是我的核心我发现了，就是随着年龄增长，我越来越知道我是一个有中国思维模式的人，而且有中国心的人。然后慢慢的我现在也会感兴趣茶道啊，也会感兴趣字画呀，也会感兴趣一些老的智慧。我后来发现就是物极必反，就是很稀很稀很稀帮你发现你要到最稀的那个点的时候，哎，重新回到哎到东方，那发现东方的东西才是更加充满智慧跟哲理的。就小时候可能你在我刚玩街球的时候，你跟我讲什么四书五经啊，想这些东西传统文化，我会觉得我靠这老掉牙了，对啊，就是那会儿的心境呢，就是接受不了。当我真正的走到了极限时候，发现哎，没想到东方智慧更棒，所以端起这杯茶那就代表了我这个峰回路转。对，当我去爱这些孩子们的时候，我整个人的气场上发生变化，我觉得那是一种成熟的表现。对，反而我成熟了，而且成熟那瞬间我觉得是我把自己就当成孩子。所以你怎么能说成熟就是老呢？成熟可能是返璞归真，可能变成老顽童，或者说变成了又重新变成了一个小孩，你才能够跟小孩去交流。那小孩显然不喜欢说教的人，或者说你必须听我的怎么怎么样的人，这对于我来讲也是一个成长。啊，喝完这口茶啊，这劲儿了。对，就是我就想说成熟不是变老，对，就是没有变老，只是变得更加能够洞察这个身边的这些人和事。然后也而且我也不太赞同说是你的棱角被磨平了，就是你要知道，就是因为我也看过很多书，就是你不是被这个世界所改变，而且你也并不是变得圆滑，是变得圆通了。没有这个伤病，可能现在三分没有这么紧，然后我也不会去心境，也不会说去请教吕晓明指导，我也不会去潜心的去研究穿球防守什么的，就恰恰是我的脚的伤病让我不能飞天遁地了，我不能依靠身体素质的时候，我才会考虑到我是不是要丰富自己的技术，对篮球的理解，以及开发新的技能，所以这一切都是安排。所以你在享受变老吗？你看咱老非得说变老，就是我觉得就是好多人就是会说无论是你碰到顺境逆境也好，一切都是最好安排，我不认为一切是最好安排，但是一定都是安排。对，就是在这安排当中我选择了，就是无论你怎么绕你是绕不过去，你这坎儿你不过你永远升级不了，所以就是说我去接受它，我现在就是能接受挑战，来吧，再伤也没关系，再苦也没关系，对吧？或者我再成功，那我居安思危，就是我现在心境转变了以后，我觉得什么都能接受，所以老也接受，以前其实接受不了，现在就是说胡子白了，腿不好使了，我还是能够活得比同龄人更棒，或者说我还是能够有我年轻的部分，所谓那个年轻的部分，那个年轻的还是心，我觉得这个心是不会变老的，就是可能80岁了，这心还是那个状态，就18岁那个状态。
谁有湖人队？我沃尔、沃尔、穆雷、小白。湖人哪个是？穆雷还可以吧。没准我看你了，我有字母哥。都不是湖人的。小胖，你的是什么？这个是吧？这个就是威尔森·钱德勒。来 CBA 打过 CBA 大杀器。你们谁有湖人的？没事，一名。能不能给你画这个？能不能给你画这个？我看看，小胖，求你了。是谁呀、啊？